苦茶油，你知道？就是听过啊，很常听啊。你没有吃过？有吃过，但是不是会一直吃，就是对它既陌生，可是又有一点熟悉。苦茶油对我来说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妈妈带了一瓶苦茶油回来，她说她要吃苦茶油面线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苦茶油。但不免呢，你只要听到苦这个字，就要比苦瓜，大家就不喜欢。但苦茶油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们今天就把苦茶油嘞，到底它怎么吃怎么玩，然后让你搞清楚，因为你根本不清楚苦茶油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怎么弄你也不知道，怎么吃你也不清楚。学它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？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说榨油机吗？对对对。应该不算是，但是这么大的尺寸的。对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。我们以前录都不是这个样子，对对不对？这个机器是你在负责的吗？对，我公司在负责，不是我。你公司在负责？我公司的同仁在负责，不是公司同仁。大概了，拍谁？我以为他是台湾这边的厂长，厂长而已，所以是董事长，所以这些你都很熟吗？当然了，因为我就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是做苦茶油，苦茶油，还有做什么油？芝麻油，芝麻油，花生油，花生油。国内的这个原料为主啦。但我们都知道油有分炸出来跟萃出来。对对对对。那这边是炸出来的。压榨的货啦，压榨就是好油啦。那这个是干嘛？这个就是要焙炒嘛。因为你要油，比方说你的原料跟你的鸡腿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加热，加热它有捣碎吗？要捣碎，要先捣碎，加热捣碎，然后再一起压榨，是不是？总而言之啊，就是一气呵成的一个生产线。当然。那你这个厂多久？这个厂3年多。3年多。很新哎。对。哎，你是从小就常常吃苦茶油，所以才想要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们在公司在做粮农循环，就粮农循环，循环经济啊。那台湾生产的那个原料，我们在台湾做。他们知道说，第一个减少碳排，对；第二个是新鲜，对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好油，我小时候就看到我爸他们就用那个苦茶油在炖火头娃，对呀，火头娃啦，是啦，火啦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，这边哪边看得到那个？他没有看过苦茶，苦茶籽啊。那我们去看一下苦茶籽好不好？后面那个地方呢是充填苦茶油的地方，这样你要好好跟他讲一下。它油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好，这是什么？苦茶籽啊。但你知道苦茶油是从苦茶籽出来的吗？但我不知道苦茶籽的前身长什么样子。基本上我们拿到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脱壳，就是清洗又脱壳。其实清洗不是用水洗啊，它有用空气洗啊，那些把那个脏东西先就是灰尘啊什么东西先拿掉，然后再去壳。这个是去过壳的。对对对对。它好像那个坚果就是。对，就是坚果油。就是坚果啊，这个是坚果油之一。台湾的坚果。但是这个不能吃。苦茶。为什么这不能吃？很涩嘛。很涩。我不相信。可以吃吃看吗？苦啦，涩啦。蛮香的。这个感觉不一样，没拍下啊。是吗？真的。哎呀，你试试看。我觉得这个纸哦，所有的坚果的纸都是可以做的。哦，那你站，你站，你站。哦，幸好我多等了3秒钟。哦，刚刚一副演的那样，我就想奇怪，我记得印象中它有一个苦味，一个涩味，你整个脸反红呢，是呀，掉动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苦茶油跟一般的坚果的差异性，那个苦味。是它本身的苦味当然是一定这样，但是它的好处在哪？苦茶油我们就从很久以前就是阿嬷阿公一直用这煮苦嘛，然后它的这个很多功能啊，就是它维他命 E 也很多啦，所以它维他命 C 也很多啦，它很吸收嘛，你只要等一下磨一下的话，你就经过差不多几分钟它就吸进去了。就分子是小的，去拿一罐来。不好意思，可以给你们拿一罐油吗？来了，你看。我们这个有看到吧？去后面直接拿过来，那边还想拿一罐，我们就现拿，对不对？跟你看到鱼蛋一口气下滑，那种感觉是一样，很牢啊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打开来哦。大概多少的那个可以萃取到这样的量啊？这个提油量差不多40%左右。好滑
哇，好多的味道哦！哎，40%表示有一半以上都是会变成，就是当然就变要变渣嘛，好，就像变这个，好心疼哦，变成这个，哎，对。啊，这个后来会怎么样？对，变成肥料，肥料。哦，哎，哇，很香。猪肉，嗯，是，你惊浪费啦。我在这边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我这边看有要清楚。都可以，你要摸都可以。它会不会太黑抹看不到？哦，有了。你要就吸收掉了，嗯。好像那个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那不会啊，它就是好吸收了。怎么有一种很香的洋芋片的味道？洋芋片，你没有闻到吗？这个因为这个要做的是一定要经过烤，烤了，烤要加温嘛，加热差不多200度左右。你快一点用啊！我不要最近加的干化肥。哎，膝盖，不，这边比较严重啊，最近啊一直觉得这边干干的。这个本来就是这么好的东西，没有。很纯的样子，我好想加一点，这个可以这样吃啊。我知道，很想加一点那个大蒜盐跟胡巴，胡椒，然后用那个意大利面，麦粉，拌意大利面或面线，对吧？你的工作人员戴个口罩，他跟我说你很会做菜。我会随便做，等一下有机会再弄一种。哦，那我们就用苦茶油来做菜。好，我讲，我说真的，当哎都当哎，还好那个中破三样。好。蛋儿家的苦茶油都是严选脱壳的苦茶籽，以冷压制成，保留最完整的营养精华。最不简单的是厂内还特别啊设置的研究中心，用高科技仪器检验农药残留与油的纯度啊等相关项目。如此一条龙的精密作业啊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好，然后一个这么大的厂在这边，几乎你都跑一圈你是跑不完的。这个专门在管这个整个大厂，他居然现在穿的围兜兜，准备要穿多少？真的是新好男人代表哎！是哦，好，那你要不要注意一下？苦茶油、苦茶油鸡、炒鸡肉、就苦茶油鸡嘛，对不？苦茶油鸡嘛，这样讲的长一点，看他都会取那个比较有那个，对对对对。苦茶油福寿炒鸡，对不？那我们就来用苦茶来。你刚进去，我咧进去，我咧煮。我知呀，这个有，我本来就卖手气，然后我不怕买你啊。没有，我没有手气，我是让你知道说，哎，就是经验的这种。经验，好。然后把这个葡萄先倒进去。一定是不怕的啦。你干嘛紧张？什么东西？你会带回家的而已。哦，先边加。哎，不要边，我不想边。也不想边。我想炒。这样苦茶也不会变质啦。哎，这个最厉害，要你说呀。我塞乎呢，哎呀，使劲使劲，讲话不太敢大声，我塞乎。这个时候就要放，这个已经开锅了，就应该哈。好像奶油哦。不是，等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当然它每种油都不一样嘛，因为这个一定要一直炒，一直动，就一直动哈，这个才不会说对炒渣对不炒。没条件啊，而且这个它能够把味道加进去。这个就是让它这个油从这个地方哦，比较黑，这个比较有血的地方，跟它给出去嘛。这鸡是你们家的鸡啊？对。哎，说真的蛮漂亮。是我们，你要吃都知道，这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膻味。加点酒下去哦，等一下让它干了，它就会这个。酒会哦，不，酒会哦。酒会哦。你小等一下，后人用 S 的，你等一下，好烧一个啦。你手麦过，好烧一个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后人过过用手咧下咧，惊死人啊。功夫哦，铁砂掌。很多收回来。那真对哦。啊，你边算了，就别加胖咧。我乖。乖。我你算够钱咧。你算够钱咧。你啊。啊！你不会放那个辣椒？我不要。你偏这里盐丁，然后这个要不然我先加一点那个什么酱油。辣椒没有偏呢，有关系吗？你不要紧张，大人物不要紧张啊！哦，好，买个餐来啊！我想讲我那堆偏偏的味呢。啊，要放糖不？哦，买一块糖。我不要。你确定不？你那边糖我。你那边肯定搞过，糖拿过来，快！我好期待，让人我不要再喝一次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会好吃，鸡肉就好吃啊。不是，它的油脂啊，跟它的功法，其实它都是对。我手艺好嘛，你妈你搞我。但哎，怎么了？你那挨过来怎么搞？但哎边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安尼好，好嘞，好。哎，你干嘛试吃一下？面啊，这麻辣菜啊，这干锅。喜欢这种自信哦，先够一个哦，差不多哦，差不多哦，啊，当时要掺九层塔，要掺大椒，
你起来进。哎呀，我安尼吼，你啊，一条白食的人，你起来，我就看伊嗰只，我睇睇下无。有啊，食几条？几块食？我要食，我老公讲我要食，我要食，我要食辣椒啊！我最爱食辣椒的，你奇怪。好了，来来，各位。你看，你讲起来啦，你看，你看有较好。你看，迄偌险的，哇！今到来跟前头卖输全部。刚没货。再他辣椒香只是拌一拌，说严格说你要吃的话，你把它拿起来咬就辣啊，不用咬就不辣。鸡肉很好吃。对啊。好。然后蛋糕差，鸡肉的质地很好。然后说真的哦，你也看它炒，我觉得开玩笑没开玩笑，而且毕竟他们家的，他的炒食他从来没有用大火炒。对啊。在没有用大火的情况之下，它的口感就比较不会变。因为炸出来油跟脆脆的，因为炸出来油，你本它的营养成分，人家是都还在里面。对，对吧？所以基本上这个鸡肉好，那我想这个鸡肉好，油好，什么都好，手艺好，对不对？但最主要是手艺跟火候。这个幽默也不错，幽默不错，而且蛮厉害，他边讲还边讲话。对啊，你要小心人的位置。我那这边我们就把主持人打稍微串一下，我希望做的有点像西班牙式的 tapas 一样。哦，对，就放在上面的料。对对对对，老板九层塔放进来。等一下要这个吗？对，这个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酱，青酱，但是一般会用酒醋跟 cheese 粉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放提鱼。那今天我们就单纯用苦茶油就好了，然后放一点盐进来。像最近我看那个纪录片，然后他们就是披萨做完以后，然后大量的撒那个橄榄油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对，意大利有一个食物叫 focaccia， 它的那个面包，对，哇，这样放了很多的，然后橄榄油越多越好吃。对啊。对。主要你现在明显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好看，不用把它打到完全是碎掉，它就会带一点口感。就蔬菜的口感会在，我其实这样就闻到了。但它尾端有一个很舒服的苦茶油的味道。如果说真的，大家每次都是一直在讲说苦茶油，苦茶油，大家就会很在乎那个苦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它其实不苦啊，它就是坚果油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倒一点苦茶油进来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多。加点盐，胡椒。蒜头进来，有点点焦焦的，要糊不糊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又有很多汁。这边有洋葱，然后我们把jalapeño，对，这个墨西哥辣椒放进来，苦茶油，哦，好大量哦，再点盐，好，这个放旁边。小一点，用苦茶煎面包。蛮奢侈的哦，完全没有要放过任何一个。从头到尾，从头顶到尾。对。不知道可能大家会觉得怪，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法国面包，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用奶油比较偏法式，意式的话一般是橄榄油。那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可以试着用苦茶油，因为苦茶油真的是质感很好。过来，苦茶油煎鱼，真的是苦茶油到底耶！刚刚拿到的时候，差不多在这里，被他一用，现在已经到。哎，你不要这样讲哦，当然也有用哦。这边不见得是鱼啦，你若用虾、用中卷，你手上有任何的食材，包括比如说他们的气冷机，也没问题。
哦，它只是多让这个面包在吃的时候多增加一些风味而已。这种最好吃。礼拜哦，我们的煮东西是有在旁边口白哦，是有。然后这边就简单的把它铺，因为把它铺在面包上面。哦，不所以刚刚也不用那么。他等一下，那个我们离开以后，就把那个围兜兜穿起来，开始在那边。你就把那个鸡肉给变成鸡肉。对呀、啊。好像在做婴儿食品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。你要上货吗？大概就不用，最主要以番茄为主。好奔放的颜色哦。它就有九层塔的味道了。嗯。颜色也好看。这个时候真的是很想要去买一杯啤酒。啤酒？啤酒可以，红酒也可以。这是骨头满满的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最后。好，就是今天用苦茶油做出来的，苦茶油西班牙小点，这个就是要用手吃最好吃啊、欸欸。看起来就是像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哈、哦。嗯嗯，不错哦，挺好。这个，你讲，你们说的好像讲家一样，你们这吃的命要人命的，看那种，你讲，就是。嗯，很适合，就是很多不同的口感在嘴巴里面，这个酸甜没有，哦，没有辣，都是有点辣，没有啦。最主要是我想让大家试试看，说苦茶油跟西式的料理的结合会不会有违和感？嗯，你会发现其实没有，没有违和感。我加了很多啊，你看我煎面包用苦茶油，你喝一半掉，怎样？我今天是尽力了，因为主公难得用到好的苦茶油，给用过啊。你看我面包也是用苦茶油，我炒番茄也是用苦茶油，我煎鱼也是用苦茶油，连从头到尾包括煎酱也是苦茶油。嗯，但你没有任何违和感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跟你平常想象其实是差很多的。大家对苦茶油我觉得会有一个既定的感觉，可是其实很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我油可以喝的。嗯，只是说可以喝的油。对，只是说很多时候。大家可能被那个名字给吓到哦，苦茶哦，好听起来就苦，不想吃啊，苦瓜我不要吃，嗯，但其实不是啊，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兼顾香。它最后你说苦，它其实对我来说，那是反而是它本身食材中一种香气，嗯，那个香气放在这个里面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它违和感，是啊，它代表它有鱼肉，鱼肉也是要煎，也是用。你刚刚你在煎的时候还有点味道，嗯，后来就没有味道，对啊，嗯，哦。看蛋糕蛮喜欢，蛮喜欢的哦，感觉好吃。他会做了哈，嗯，会做了哈，回去再练习。他就说他刚刚不在外面，后来过来验收哦，他去补给了。总而言之，我真心认为台湾很多的企业也好，台湾很多的产的所谓农产品啦、畜牧啦、渔业啊，都是需要我们台湾来的支持。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架上了一瓶油，但是为了这一瓶油，大家花了多少的心血下去，从材料一直到制成，到最后完成。都是大家的心血，然后不是说你今天钱掏了拿这瓶油，然后就去买，而且是很有故事。它都是有故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不要说，哎、欸，以为每个对企业的董事长都会坐在，不啦，看他直接搞走你了，对不？直接把钱捞走。那个穿红色。用心的百年大肠，因为阿嬷的味道，严选出啊高质感的苦茶油。爱思会染的豪哥用山泉水蘸养大闸蟹，幸好男人为了爱妻种出缤纷紫玉米，真心无价。这种情谊其实早已超越了任何物质上的价值。出走料理，咱们下次见喽！喜欢詹姆士出走料理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！叮！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士出走料理。吼吼，加班喽！